那咱们一起做一做来，把这些东西咱们一点购买是不是放入到购物车啊？对不对？当然我这购买是没有了是吧？啊，我应该往哪跳呢？跳了一个 Sunlight 里面是不是把这本书根据 ID 查出来放到购物车啊？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可以再跳到一个资源啊，这资源里面写什么呢？说继续购物，继续购买，或者是查看购物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查看购物车，你要继续购物是不是又回到那里边页面了？对不对？那我们查看购物车是把商品显示到购物车里面去，是不是啊？来，先把这个思路能不能理解啊？一点汤你们，我是不是把 ID 传过去就行了？把这本书 ID 传到 Serverline 里面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 Serverline 里面就根据 ID 去查询，哎，把这本书查出来放到购物车里面去。那这个比较简单，咱们做一做啊。这比较简单，我就不画图了啊，这些都关掉来。刚才那个页面是哪个页面？我看别弄混了，这是这 manager 这个啊，这个项目找 web root 是不是啊？我这里啊，其他项目右键都会怎么的？都关了啊。啊，是不是就剩这一个了？这就好，这不能错了啊，就这一个来。那么我们找一找这页面啊，这页面是不是叫 product info 吧？是不是？哎，看看来，是不是这个页面啊？哎，这页面，这数据咱们是不是已经做完了？显示数据啊，当我点击放入购物车的时候，这钮在哪儿啊？这个是不是啊？啊，那按客服是不是啊？这样呗，到客服 page context 点 request 点对 context 然后斜杠是不是 ？Select， 然后下边这个叫什么呢 ？ADDCARTSERVERG， 可不可以啊？问号 ID 等于双引号，就 B 点 ID 就完了 ，B 点 ID， 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我一点它的时候，同学们。就把这个地址传过去了啊，这个 A 标签，哎，不，这是图片呢。啊，那购买就是图片是吧？那上面还有个图片啊，是这个，上面图片是这个是吧？行，那我们点购买这个啊，来，同学们，下面我们是不是把这 Serverline 建出来啊？这是购物车啊，来，我们新建一个。在这儿来，新建一个 Serverline 啊，来 ADD cut Serverline， 你告诉我来都需要干什么事情？获取 ID 是不是啊？对。request 点 get parameter， 哎 ，get parameter 这里面写什么呀 ？ID 是不是啊？好，下一步干什么呀？哎，怎么的？是不是根据 ID 查询呢 ？BOOKSERV Serverline 这个是不是啊 ？BS 等于 new 一个 book service， 是不是这接口啊？我这咱们根据 ID 查询方法是不是有啊？哎，是不是 find book by ID， 对不对？哎，把它放在这儿，可以吧？下一步，我们是不是从哪儿啊？从 session 中把什么呀？把购物车取出来，是不是？来 request 点 get session， 有没有同学在想说，那老师不对呀、啊，你那没有车啊？你这个思路同学们永远是这个思路啊，你必须给我先这么写，是不是先取出这个商品来啊？取出这购物车啊，你这不管有没有同学们，你现在第一次没有，下回是不是就有了？所以我们 session 点 get attribute 是不是啊？这车叫 cut。
访问人生一般，这回啊我们用这个来装。以前咱们是不是用那个 list 装的？这回我用它装了啊。K 就是 book， Y 就是，我用死句了啊。这里面这个就叫 C A R T， 可以吧？强转一下呗，横向加一，横向加一回车就可以了啊，是不是啊？大了，有时候你第一次真没有车呀？我第一次当然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哎，看看要是等等于 now， 说明是不是咱们一次都没创建过？我们是不是得是 C R T 等于什么的 ？new 一个哈希 H A S H 哈希 back 啊？对不对？来，如果是第一次访问。朋友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没有购物车对象啊？对不对？我们怎么的？我们就创建一个购物车对象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我们就是创建而已，对吧？创建完之后呢，不管这个车有没有，最终是不是 CRT 点 put？是不是啊？这个是不是啊 B 对象啊 ？Y 就是谁呢？是不是数量啊？对不对？现在数量你确定吗？啊，不确定，对不对？不确定怎么办，同学们？我们假设第一次这个数量就是一，不，这个 number 啊等于一，行不行啊？是不是？那我要是没创建的情况，就是第一次访问的时候，我就把这放进去吧。来怎么的呀，把图书啊，把图书放入，是不是购物车啊？是放车里了？那大家注意啊，啊对不对？我现在这样，我是不是从这个数据库里面查出来这本书了？我是从那上面把这车取出来，对不对？如果这车是空的，我是不是新创建一个车呀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对，我是这样。咱们比如说，咱们第一次啊，第一次是不是没有车呀？我是不是创建一个车，然后把商品是不是扔这里面来了？是不是把商品扔这里来了？这是第一次，对不对？第二次呢？第二次访问是不是有车了？有可能我新买这本书是不是车里面已经有了？那怎么办？说得判断一下，拿什么呀？是不是还需要判断？对不对？如果说这个集合点儿，这能不能讲？它包含 B 是不是啊？我们怎么的呀？是加一呀、啊，然后是把这 number 再放回去，能不能？那不包含它呢？我们是不是就直接把 number 扔进来了？是啊。啊对，这个咱们是不是还得改一下？就是这里面同学们，第一次咱们一，那下回就不一定是一了，是不是？啊、嗯。对，如果它包含它，是不是？我们怎么办？三点取。三点取。在这取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是不是啊 ？C R T 同学们，它怎么的？点 get 是不是把 B 扔进去？
就把 Y 六取出来了，然后呢，同学们说 NUM 就等于它加上怎样？一，把下边是不是删掉就完了？是不是啊？然后这块什么的 ？INTER 点 Y 六，你要是怕是怕是是不是把字符串整上的整数啊？我就 Y 六 off 就完了呗。哎 ，Y 六它也是这个啊，一样。那已经发进去了，都一样其实。来听我说啊，我这是不是这就是字符串对不对？所以这块是不是不用强转了？啊？我根据这个 K， 这是不是 map 集合 ？map 集合的 K 是 book， while 是不是死句？我是不是通过 K 就可以把 while 取出来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如果它要包含它，那么肯定它就装一回是一了，是不是同学们？你能不能读明白这个？对。没懂啊？可以是对象啊？那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同学们，这句话能不能理解这个？查看当前集合中是否存在啊，对 B 这本书对不对？如果存在，我是不是把那个书的数量取出来，然后加一，然后再怎么样放回去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不存在，那不用说了，那就把一直接扔进去呗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问题又来了，已经说了啊，已经看到这一点了，它能比出来吗？大家注意，你以前取出来这个 book 同学们，和你 seven 里面这个 book 同学们，虽然值一样，但地址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说地址不一样啊？那不地址不一样，这个比那肯定没法比。咱们说 HashMap 根据什么去比呀、啊？ HashCode， 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来，进去。我们只要把一个重写就行啊，不用都重写。咱们是不是 override 啊？ override 谁呢？等会儿，错了啊。override 是不是 HashCode 和 equals 对不对？这两个啊，把这些我全去掉，留一个就行。是不是有 ID 就行了？能理解？那这回好不好使了？是不是好使了？你这里面是不是有 ID 同学们？是不是啊？如果你把这书装进去，下回同学们我再比的时候，看这个 ID， 这里面的 ID 和你的集合里面这个 B 的 ID 是否相等呗？是不是啊？它俩相等，是不是说明这本书就存在了？能不理解？好，这购物车是不是装完了？购物车装完之后，我们干什么呀？直接跳啊！哎。你说把车放下，把 cut 对象放回到 SESSION 的，是不是作用域中，对不对？来说 SESSION 点 set attributer， 这个是 CART。是不是啊？这是不是那个也是 cut 啊？就完了呗。我是不是装进去了？你下回再往购买商品往购物车里装的时候，你们这回取的数据还是峰值了吗？这不是峰值啊，不是峰值啊。然后你再判断这个购物车里面有没有你这个商品，对不对？如果有，是把数量取出来加一啊，是不是啊？判断当前是否有 B 这本书，啊？如果有，就把什么呀数量取出来加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来看看，来，有没有问题？你，我领你一遍来。我是不是根据 ID 把这本书查出来了？我是不是想把这个书放到购物车里面去？对不对？放在购物车是这样的，你们，你直接往里放，
那可能连车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种情况，你第一次访问的时候，你从三三里面取这些车，是不是可能取不着啊？为什么先取车呢？那么第二次再放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还得从这里面取啊？是不是现成车我就直接往里装就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考虑第二次的再访问的情况下，你是不是得先取出来车呀？然后再判断这车是不是空置，对不对？能不能理解？能不能理解？你就全是这种思路了，明白吗？不管你是什么赛森呐、酷黑，都是这种思路啊。来，从这个赛森中把这车取出来，那么第一次访问的时候，这车可能你都从来没创建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等于空了？等于空，我们怎么的？哎，就把这个车创建一下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是有没有车，我最终是不是把这句话加上？你是把商品得扔进去，对不对？没有车我就创建一个，有车我这句话就不走了呗，是不是把这个拿过来直接装商品了？那这商品在装之前还有问题，我如果说这个车里面有曾经有过这本书，是不是啊？那你直接往里加就那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就不好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判断一下当前这车里面有没有这本书，对不对？如果有，我把这车的是不是这个 Y 六取出来，把它加一，是不是数量加一呀、啊？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对象扔进去，把这个数量数据改一下，是不是同学们？那么咱们用哈希扣的，哎，来比较，用哈希扣来比较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当然了，同学们，如果这个对象包含的情况下，那这个对象咱们说 K 是不是不能重复啊？map 集合是不是 K 不能重复，直接覆盖掉，对不对？那么它 value 是不是咱们就加一放进去了？这思路对不对？来，下一步同学们咱们是不是得提示一下？你就别直接跳那购物车去，同学们，你是不是得提示一下？set content type 来，set content type，那这块写上 text。斜杠 HTML 分号叉 set 等于 UTF 杠八，来 RESTONSE 点儿，不点 get 啊，writer，来，同学们，我们 out 点 print 不是那什么呀？我现在不想跳转，知道吗？我现在是不是给用户提示啊？你这么的来说，第一种情况是不是叫继续购物，对不对？或者什么呀？是不是叫查看购物车啊？是不是啊？那么继续购物是不是能点呢？H R E F 等于先放在这儿。是不是啊？看明白我要干什么没？哎，这少一半。啊，逗号对不对？来，听我说。没事，我就隔一个逗号，没事啊。啊，继续购物往哪跳啊？不要这个了，我这现在就 serverless 是不是啊？我这直接配置 serverless 行不行？啊，不对，这是 A 标签啊，我 A 标签不好使啊，你还得倒着服是不是啊？来，先得断断，然后加加 req.ent 点 get context path 是不是啊？然后是斜杠 server 下边的，是不是飞页那个？你是不是还是显示那飞页列表，对不对？我重新再去购买嘛，对不对？我再去查看商品啊。那么如果是查看购物车，往哪跳啊？啊？我直接跳到那个 CSV 页面行不行啊？我问你，同学们，我这是不是有一个叫购物车的页面啊？看一下来，我们先让你看一眼啊，是不是这个页面？是不是显示我这购买的商品呢？对不对？这页面？这一面我从这个搜出来，我直接跳到这来行不行啊？我这商品装哪了？是不是装购物车里的？购物车是不是塞森？你说我塞森里面有数据，到这里面直接取不行吗？可以的，对不对？说这客户啊，行不行啊？你呀、啊、还得把这加上，对不对？段段加加，
来 Ctrl C， 是不是啊？然后是不是斜杠叫 cut 点的，是不是啊？这就完了呗。来，哦不，现在看不来数据是吧？这样吧，我把这咱们也写完行不行？我就让他写，我这里面数据都有了，这代码都有了的。哎，我这里面是不是得循环？我问你，我这商品是不是得好，可能有好多商品呢？对不对？第一次我买一个商品可以，第二次我买其他商品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个我得循环吗？我循环谁？是不是循环下边这些东西啊？那我这代码还不全啊，啊，直接就这玩意儿是吧？我换一个啊，这个来咱们这儿啊，把这个 Ctrl X 放哪儿？是放到这儿啊？保存，关掉它，重新再打开。没写完是不是？来 ，items 是不是 items 等于什么呀？你千万得写个刀刃符啊，是不是啊？我这个 size 里面是不是装的一个叫 cut 这样对象啊？它是不是 map 集合？我也二可以没？怎么取啊 ？c 啊，叫 e n t r y。咱们 map 集合便利的时候你还记得吗？说 map 点 entry size 呀，里面是不是一个对象就一个 entry？ 我可以用这种吧？对不对？啊，这来一个 vr state 里面就是 vs 行不行？我这里面是不是得需要这个书的序号啊？这个序号里面就不是那个 id 啊，这序号不是书 id， 是这个什么呢？来刀刃符就是 vs 点什么呀？你那是从零开始的，是不是看看？能不能理解？他是不是有？我还记不记得以前给你们写什么 count 有 index 的？你再从零开始，我还给你整个搁上变色，还记不记得？完了，拉倒吧。来，第二个值怎么取？哎 ，entry 点儿，同学们，点儿是不是有 k 和 value 啊 ？k 是不是那 book？ 同学们，我是不是写泛型了？你就不用转型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点 book 啊？点什么呀？name， 你看来第二列是不是要的是书名，对不对？价钱是 price 啊，那就咱们来照这个炮制呗 ，Ctrl C 放在这儿啊。那么这是什么呀？哎 ，price 是 price 啊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 input type 等于 button？上面有一个 name， 是不是这个 value 等于什么呀？是有个 p number 啊？啊不对，弄错了啊，应该是这么对，是不是？他点 value 啊，那是取 map 集合的 value， 是不是那个你购买商品的数量是吧？啊，那还有谁呀？这什么玩意儿？看一眼来，库存和小计是不是？库存有啊，这是 P number 对不对？在这里面来看成 V， 等会儿啊，是不是 K 点 P number， 是不是啊？小计怎么办？是不是他点 VLE 乘以多少啊？不是，是entry 点儿 p k 点儿 p r i c e， 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啊，就是你的数量是不是乘以单价就是小计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这就完了呗，是不是、啊？看一眼来，看这对不对？这个来，库存是不是还是这个 p number？ 小计是不是你这个你买的数量乘以单价呀、啊？是不是、啊？价格就是 price， 那内幕就内幕，看看咱们就是他这个循环的次数啊，就完了。好了，这就写完了吗？跑起来来，看好不好用啊。
来，放屏幕，我回去一下啊，刷新。来，第二页，就是这个，来，走，是不是加入购物车？走，这是基于购物还是查看购物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这个基于购物，咱们先看一下啊，基于购物来，我再来一个，这个也行，来，我是放两本书了，查一下，看，对吧？两本书啊，这书这么多，这个库存呢、啊？这库存可能就这些吧。你看这个来，像这个什么杜克商城来看一下来，在这儿都20本是不是啊？啊不不是，12本啊，12本单价是20是不是啊？看数据对不对？12本是不是啊？啊，单价20对不对？一本小弟，小弟是不是20啊？一本书，来再来一个来，我们回首页。数据嘛，人没写的，这链接不好使，不好使。基于购物那链接没改啊，咱们是不是还是这个配置上那啥？我再来一个，来，那个是哪个？这个是不是？我再来一个，我是不是还买这本书了？购买，我是不是应该两本了？啊，走，对不对？40，没问题吧？啊？嗯，点加号是不是啊？我们先把这视频停一下。